点吃的。你买啥？这对面都吃的。你看你买啥？有方便面、面包。面包多少钱一个？有2块的，2.5块的，有1块的。那方便面呢？方便面有3块的，有1块的，有1.5块的。那来3个面包吧，1块钱一个的。这儿多大的？这个。这3个能吃饱吗？那你多大饭量？你自个儿不知道吗？也不是我吃的。榨菜有吗？有。1块钱一袋。没有5毛的啊？没有，这就最便宜的了。这装上了，你找个袋啊。嗯，这一共多少钱呢？一共10块钱。那个，我再麻烦一下子，有没有那个附近最便宜的旅馆？我旅馆还要便宜呢，这时候旅馆哪有便宜的？票房便宜，上那儿住都不要钱。我这儿。